跳！二位辛苦，慢走啊！我让你跳崖了，你这把声音跳没了，你死了这个你！不是你让我去救人的吗？我让他救人，是为让你方便客户买房子。你这可倒好，救人就救啊！你还报喜了？因为你是不是变态啊？我变态，我变态，我。还没玩够呢！你哪儿去？哪儿去你？哎，经理，听我说，今天幸好是警察来了，如果警察不来的话，我小命可能就没了。你还天天保命啊？咱公司里往哪儿搁？现在都知道咱这一块跳楼，这房子还怎么卖？你回头拍拍屁股走人，我跟客户我怎么交代我？难道我好心救人，我还错了吗？刚才不是笑得挺欢的吗？怎么这副表情啊？我在跟他谈生意，很重要。那我们的事儿就不重要。你能不能别在我公司楼下等着？我是你未婚妻，来找你天经地义，怎么就闹了呢？我说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？来找我是来找我，跟我闹是跟我闹，这是两回事情。我心里有什么鬼啊？你要这样的话，我没有办法交流。你没法跟我交流。我把一个未婚妻该做的都做了，婚礼前要卖婚房的人是你。你才这段关系的叛徒，叛徒都出来了。我为什么要卖这套房子？我跟你解释过了，我公司需要资金周转。那为什么就不能卖别的呢？因为就这一套的地段合适，价位刚刚好，补那个窟窿。这些话我跟你解释过无数遍了，我不想一直重复，重复，再重复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？这套婚房从地板到吊灯，甚至每平方米的甲醛上面都有我的心血，结果你说卖就卖，那我问你，在你心里不重要的是房还是婚呢？好，我的问题，我的错。可以了吗，祖宗？但请你偶尔能不能支持一下我的事业，不要搞出什么跳楼这么低级的事情。那还不你逼的？好，我逼的，我逼的。我还有生意要谈，咱们冷静一下好吗？